就是性感，但是又略带一点点休闲。呀，这件很好看，很可以戴。这样子穿好好瘦哦，就是我这样曲线看起来身材非常好哎。就是、可以啊，这个超好看的。因为其实我还蛮爱收集就是针织的洋装，然后它其实是有点这种高领翻领的这种高领设计。我觉得如果你们平常也可以像我这样子穿，或者是我现在是搭配细跟鞋，但是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搭配那种休闲鞋或是那种老爹鞋，就会非常的帅型，然后就是很潮流，然后很像韩国艺人欧尼他们在搭配那种款式。这件可以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可以对，这个有分什么颜色？它只有这个颜色。它只有这颜色，因为我觉得别颜色会出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这颜色是最瘦、最保险、最不会出问题。你知道我本来还，我刚刚拿到这件，我本来还以为说有没有可能它有出白色，然后它侧边是变成黑色这种、欸。白色我怕大家都不会买。哦，因为是白色针织。对。但是我觉得这件真的穿起来好瘦哦，有没有？视觉上看起来就是非常显瘦，好像你瞬间就是瘦了大概3公斤至少。但是旁边又不会太。对，因为它旁边有做这个滚边，就是多了这个设计，所以会让你整件就是比较有造型感觉，而且是非常的时尚的一件款式。